给妈妈补一下。没有奶喝了呀。好，爸爸记住。准备好了牛腿，给他来个雕刻。倒上肥料，撒上辣椒粉，哇，撒上关节炎，给牛腿来个按摩。开烤。爸爸，熟了没有？快熟了，你赶紧去叫妈妈过来吃吧。好，我去叫妈妈过来。哥哥姐姐，记得把那个加号点上，来我家一起看直播。走了。